尊敬的各位专家、各位同仁、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我是武氏泰拳第五代传承人钟振山，中国武术八段，在太极拳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，迎来了首届欧洲太极文化论坛隆重的召开了。我代表中国永年武氏泰拳研究总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，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。谢谢。